哎，没看过，说点话。是地道，地道。早，龙爷。早安，我刚刚经历那个真的是生死瞬间的感觉。能用生命在钓鱼，兔叫这种东西。很可怕，是感觉一定要体验一次看看。重点救生衣，要穿好，我们都穿好好的。那来挑战一下这边的铁板看看。好啦，真的是纯野场嘛？还能再野吗？不能。OK， 还有的，来 go。其实我觉得挺深的，哎，蛮深的。哇哇哇哇哇！三只很大只的追过来，哎，我不确定是青鳍还是鬼，哎，啊中，拖，那这样应该是青鳍吧？还蛮水表的，应该青鳍。如果是青鳍的话，有一米耶。哇哟！哇，青鳍青鳍，很粗哎。甩啊甩，哦，好配哦。有有没有？哇！他为什么身上有条线？对啊，他咬我线呐！哈哈哈！好屌哦！你看我上面线都花了，好臭哦！换位置第一杆，看他会关，好干啊！我不知道干吗？缠着缠着，他往那边钻。呱呱，蓝尾蓝尾蓝瓜蓝瓜，好重，耶，呱呱呱呱，我们再见，谢谢谢谢，哇，漂亮哦，漂亮哎，真的不错 ，OK， 哎呦！哎！啊！脱了，脱了，脱了！哎，鱼在抖啊！我都还没开始浪哎！它是在落下中哎。而且都已经落蛮久的，应该不会是青鳍吧？拖，底层的不知道。没有，
圆圆的，哎，没看过。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没看过。哦，对吧？什么？对吧？那边啊，底下捞上来的这一只不知道什么，但是感觉不错，蛮漂亮的。它那个鳞儿子很明显。散的。对，人生的第一次吐胶，其实有点紧张，你知道吗？超紧张。对，这是吐胶上来之后休息了半个小时。对。对，在船上的时候，其实我在犹豫，快吐啊！对，就是我还在决定，你要不要上来？要不要上来？其实很可怕，因为我们这个礁应该是这批人上了最陡峭的一个礁。对，然后这里原本是给重机的人玩的，对，还有打沉底的。对，啊，因为深度比较够，也比较适合我们跑点，流域也比较畅通了。因为别的礁都是贴山壁，我们是独立出来一个小岛的感觉。然后周围一清洗一直在围绕着我们，好可怕、啊！我这边清洗真的变态粗了，对，真的真的是，随便都米。快收快收！很呸，很呸！哦，米级的，哦没有啊，是小的。哦，喷，也好。对啊，正前方。哇、哦！哎，开箱跌倒。哦呸！这个很飞。哦，好玩好玩。哇！你拿小蚵卷是不是？哇！哈哈哈哈哈！你要我拿网吗？还是你要拔？好。那你把它带到右边，引拔右边起来比较低。哦，它带右边的，缩短缩短。哇，好大！好粗哦！对，查米查米，这我帮你拍照，拿起来拿上来，好粗哦！我也要米奇啊！米奇，你要进入那个狙击手荣誉榜，太好笑了！哇，米奇，米奇的狙击了。你要摸我？我想，看会臭吗？很臭哦。那算了。你看，我来哦。我手掌这样打开20公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米奇。我也是米奇名人榜哎，惊奇啊！OK。对吧？对吧？这你应该不会想要带回家吧？不会。好，我完全就不会。大家放手。OK。来，我过去拍他。啊，锯吗？可以吗？这样一个。要网吗？说点话。你的，你的。对啊。等一下。哦，好像很大哦，应该被大死翻吧？爽哦，应该不错的东西哦。对啊，而且它没有洗哦，不是冰洗哦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好像是红干贝的哦。有到吗？现在它在底上地耶。哇！什么？对，是吧？是什么？哦哦，一样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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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吃两勾，一勾在嘴巴。哦哦，好屌哦！帅哦！哥，龙爷钓鱼吧！爸爸爸！你说这个是什么？龙爷刚钓到的这个。蓝鳍鲷。蓝鳍鲷。呜呼！可是比龙爷那只小超多的。啊，对，龙爷那只超大。看龙爷会挖很多。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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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爽！爽爽。Yes！ 蓝鳍鲷。看我脚都在抖，看龙爷。我们今天都蓝字辈的，哦，蓝瓜、蓝鳍鲷、蓝鳍鲷，就是我说的地方的嘛。对对，就龙眼那个叫深浅交界处，对啊，就有，然后慢抽两下，然后再让它沉住。我拍一个那个，OK， 结束了，差不多再过个5到10分钟，船就要过来了，嗯，对吧？那一整天来第一次的吐礁，非常的爽。真的很适合老手来，新手先不要来，真的安全卫生，卫生，卫生，对，安全非常重要。那就是一开始是先盲抛嘛，错了，大家都找到鱼，找到鱼，找到鱼，找到以清奇为大宗。那不过我们两个都有得到一个新的，对，还蛮算。这算稀有吗？蛮少看到，对不对？对，蛮少看到的。对，那朋友另外一边在基钓，听说白毛鱼钓得不错。好，那这边就是我们粉鸟林的第一次吐礁之旅。OK， 就这样啦，拜。